瞄你一眼。咦，再吃个这个，再喝个西瓜汁吧，用西瓜汁送吧。什么？谁要这个 berry？啊，你竟然咬面包去了，你这是有多饿啊？用面包皮都咬，咬不动。你不要咬嘴就行。这边是姐姐她们房间。你看，姐姐把这个 spaghetti bolognese 吃完了。要面包条，宝贝。她有进步了，会说要面包。她通常就是说要那个，要这个，那个，要那个面包啊，要那一个。不是这样咬的吧？是啊，是掺太多水了。我同意，没想到五星级这么干。他觉得这样才好吃。西瓜汁哦，芒果汁，可是芒果汁太浓了。好吃吗？面包皮？我面前的木瓜汁是这样。哎，有 nuts 的，你吃不吃？其实吃这个最好是喝茶，或者是喝白水。他都不吃。哎，你虾都帮我吃完了吗？我想吃啊。不干净了吗？那后面的炒饭呢？这里还有一勺炒饭。哎，还有爸爸哦，来，爸爸吃，爸爸吃了spaghetti。妈妈那是喝的还是捡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直接喝了。看见我。